对于每天忙碌工作的你，生活中每天所接触的各式污染，包含汽车废气排放、农药残留、水源污染、PM2.5 这些污染可能会慢慢将毒素累积在我们体内，往往我们生病了才惊觉这些污染的危害。这是你工作所接触的小字体喷印机，你知道吗？它一直在侵蚀你宝贵的健康。小字体喷印机开机运转时，会不断消耗稀释液，并且挥发散布在整个空间里，毒素可能又累积在你的体内了。我们很明显感受到吸入有机溶剂会让人体有极度的不舒适感，长期接触有机溶剂会造成身体不适，例如脑神经影响、呼吸道伤害、肺部伤害、消化系统影响。稀释液挥发时，也代表大把大把的钞票持续的浪费。员工大量吸入有机溶剂时，老板似乎感受不到。在此同时，有机溶剂大量挥发所产生的费用，员工也似乎并不在乎。往往我们赔了健康后，才会想起有机溶剂的危害。比较麻烦的是，有些疾病是不可逆的。及许多先进国家早已经发觉密闭空间内有挥发性溶剂的危害性。若溶剂油墨、水性墨及 UV 墨是因应密闭空间使用开发出的喷印机墨水，使用高解析喷印机就只消耗喷印出的墨水，耗材费用远低于小字体喷印机。使用高解析喷印机，从此挥别对稀释液的忍受，做一个重要的改变，让操作人员不用再卖命工作了。一大笔花在有机溶剂跟喷印机维修的钱也被省下了。